放一点点的。对啊，你的面还没弄哦。面很快哦，还是抓一下。它的面是那个，对的，它的面就是挂机啊。啊，你把机器拿掉，看它有多快。对啊，臭屁的，不要这个样子。你们哇，这地方好可怕！你们的酸比刚刚鱼露还酸，对啊。真的吗？他们两个而已，我没有。你们讲话真的很浮夸。鱼露没有酸，鱼露是咸。啊，咸。这是，我不能打包啊。你的嘴，我要包，我要包。你这个这么会搞笑，去做球团的总经理有点可惜了。可惜吗？我要做总经理也很搞笑。所以你这样子，所以那个小花只要出来骂人，都是觉得很好笑啊。哎呦，我都认真骂的。有一次他没有出来骂人，开记者会讲说，哎，小花哥这是怎么能够压抑住自己的脾气？他的回答是，对，因为我痛风发作了。就是有你们这些人。我都好想好好当个总经理都不行。注意这边，哎，好，抱歉。大雪的甜度很高，可以到15度，所以有时候它反而会太甜，所以这道料理我们也不需要加任何的糖，所以我们直接基本上用一点盐，然后下去做提味就好了。你刚放什么？放了一点胡椒，然后我现在放一点香菜，对，香菜末。哦，好想吃那个芒果心，来，然后一点点的柠檬汁，干净，对，非常好。哦，柠檬汁，然后少许的盐巴。哎，你虾子也还没动哎，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红葱头是，还虾子热了，锅子热哦，洋葱一下就熟啊。虾子的部分我们就全下，干烙一下下，然后接着我们放一点点的。对啊，你的面还没弄哦。面很快哦，还是抓一下。它的面是那个，对的，它的面就是挂机啊。啊，你把机器拿掉，看它有多快。对啊，臭屁的。不要这个样子，你们哇，这地方好可怕！你们的酸比刚刚鱼露还酸，对啊，真的吗？他们两个而已，我没有。你们讲话真的很浮夸。鱼露没有酸，鱼露是咸。啊，咸。来一点虾要虾要翻面吗？好，陈哥，谢谢你帮我翻一下面。来，接着我们就可以试吃一下下。倒数最后一分钟。哦，好甜。是来不及哦。你的面儿，面呢？面好了，面好了。它的鱼这样会熟吗？就是它已经是30几了，我只是去补它的一个那个，所以就是烟熏味，给它香气，它的一个香气。好，开一点，好来，做面了，做面了，一个就刨成丝了。哦，你不能有个东西接住它吗？哎，很有道理，我们来接一下下啊。人家藏在山上，山上没有这些东西去，我们用那个树叶去装。对啊，那感觉是烫一下就好了。这个不用烫，不用烫，直接放进去。对，挂机一般生活中怎么运用啊？大部分啊，有的挂机会拿来做凉拌菜，对，或者是拿来炒。以前那些传统的那个牛排馆，那个前面的那个给你一根一根的那种蔬菜棒，里面都有这个，对不对？可以去沾那个沙拉来吃。都不是西洋。不是，它有一个就是这个比较便宜，豆也有这个，对对对，就是它嘛，豆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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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那个沾一点点豆薯啊，就沾一点点那个沙拉酱，好好吃哦。大胆的把下雪整个放进去，开始乱倒，开始乱倒，很好，没有乱倒，绝对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鲑鱼，鲑鱼，好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哦哟。对，因为它有味道了，它已经是生半生熟的感觉。需要一个新的砧板吗？需要，需要一个新的砧板。哦，啊，还要再切片。对，那我们再把鲑鱼整个摆上来。其实他真的是很认真，他大可也可以用烟熏鲑鱼来代理。对啊，对啊。但是会有一点点口感上的落差。嗯，来这样子，再撒上一点香菜叶。哎呦喂！好，来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完成了，谢谢各位。想吃？下雪芒果酥酥面，不知道搭起来什么感觉？没吃过。我们在赢了告诉大家口感，好，就会。嘿。